大家好，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那么主角呢，名字叫仙探，仙是这个仙人的仙，就是这个神仙的仙，探是叹气的叹，那么他是久远节前，一个这个大商主，一个商人，那仙探呢，他非常的富有。他非常的富有，那么，家财万贯，而且呢，他也学佛，读了不少的大乘经典，那么他觉得呢，就是说，这世间，世间是无常的，世间是无常的，所以说呢，我们自己的荣华富贵，自己的生命，一切的财产，都不是我们自己所能拥有的。那么唯有呢，做布施这件事情，这个功德呢，我们是自己可以掌握的，因此呢，那他就想要做广大布施，那他就昭告天下，昭告天下就是说，如果有贫穷的，如果有贫穷的，那大家可以的，可以来这边，你要什么，我布施给你，那么所以我们。之前听过一些故事啊，就会有许多人来然后跟他做种种的要求，那不过这个故事不一样，这个故事他这样宣布的几个月之后没有人来找，为什么呢？因为他所处的这个国度就是国王治理得很好，那大家都很富有大家都不就是不缺不缺钱不缺物资，所以呢，他宣布了几个月没有人来找他要东西。于是他就想说，那我现在改一个方式好了。于是呢，他就拿他的钱财去买了许多的药材药品，他就免费给予医疗的照顾，那于是呢，就真的有人就来了，那么因为这个有钱 有钱再怎么有钱，你总是会生病的嘛，所以说呢，他就说，他就换一个方式，他免费供给医药，他就开始就有人上门了，那就来看病，然后呢，来跟他拿药，那这样子，然后他就真的就可以做得布施了，那这样子过了几年之后呢，那么他的这个德行，然后他的声名呢，就声名呢就。远播四方东南西北，然后都有许多的病人来跟他要求这个医药的照顾，大家呢都赞叹他的功德，结果呢，他终于几年过去之后呢，他的万贯家财呢，也因为都 做这个医药的布施，全部都用完了，那用完之后呢，他就想说，那我应该。应该想办法再去弄一些财物来，那就要去寻宝，那于是他就出门去了，结果呢，他这个坐船，他坐船，然后在这个水上，水上离家这个100多里呢，看到这个看到路上有好几辆车载了许多重病的人，于是他就问啊。他就问说："你们要去哪里呢？"那这些这车上的人就回答说："哦，听说呢，这个有一个善人叫做仙探，那他会供给很好的医疗的照顾，所以我们现在要去仙探那一边看病，然后希望能够保存我们的生命。"仙探一听，呀，他来找我的，可是已经没有钱了，赶快跑去找国王。然后跟国王借了500两黄金，然后再去买药，然后再照顾这些病人，然后让这几车的病人呢，全部都医好了之后呢，才让他们离开。他这下子呢，他不但钱没了，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债，那因此呢，他就一定得要寻宝了。那怎么寻宝呢？到海里面去寻宝。到海里面去寻宝，他就跟着这个，跟着一群商人到海里面去寻宝，那么，就是一船的人，那各自的福报不同，所以各自所得都不一样，那仙探呢，
仙探呢，他得到的就比别人啊还特别的多，特别的好。他得到的宝物就是特别的好啊。那等到他们回国之后呢？回国之后，这个船上了岸，船上了岸，然后他们就下来步行，下来步行。那么走啊走啊，那就说路上啊，路上就找不到水可以喝啊。那仙探呢，可能因为他的福报比较大吧。啊，那就他呢就找到了一口水井，啊，找到一口水井，于是呢他就叫这个这些商人们呢，大家过来取水，然后自己也拿水在那边喝，然后这个时候这些商人，其他的商人哈，就觉得说，为什么哈，我们同样一起去寻宝，就这个人他的运气就特别好。他得到的就是一些这个稀世的宝物哈，那这个现在连水哈，他都也都是他找到的，那大家就对他不但没有心存感激，而且升起了嫉妒的心。他就是比我们好，因此他就嫉妒啊。那因此呢，他们就做商量，那我们干脆把仙探把他给做了算啊。因此呢，就趁着仙探不注意，把他捆绑起来，然后就丢到水里面，丢到这个井里面去了。好，那么因为这个仙探他的德行啊，德行真的是感动天地，感动了这个佛菩萨啊，一切的天龙八部等等啊。那这个他被丢到水井呢，马上就有这个天神把他接住，没有让他掉到井里面啊，就把他接住了。那话说呢，其他的商人呢，把仙探往井里面一丢呢，然后就把他的东西就瓜分了，然后就回到国家，好，回到国家，然后就见这个国王，好，那国王就先前借给仙探500两黄金的国王，那国王就问说，哎，那个你们一起的同伴仙探呢？好，那这些商人就回答说，哦，这个我们一直我们。我们一离开哈，我们一离开，他就跟我们分开了，啊，分道扬镳。我们也不晓得他去哪里，好，那国王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啊，国王就说，他该不会被你们谋害了吧？好，那商人就抵死不从，没有，我们根本不晓得他去哪边，好，那国王这么样问，那得到这样子的回答也没办法，那么话说仙探。哦，仙探呢，他被这个天神接了，然后又带到这个井上面，啊，他回到了岸上，啊，然后看到这个井旁边呢有一个洞，哦，有一个洞，啊，结果呢，他顺着这个洞走，啊，就从他自己家里面的井里面出来了。好，那当然啦，这有些观众可能会怀疑，这可能是小叮当的任意门或者什么之类的，不过故事就是这个样子。好，那他走了，那么他走了7天，然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仙探就回到了自己的家，那么他就回到家，他就去面见国王，那么国王就问说：“哎，啊，你得到了些什么？”他说：“没有，我空手回来。”国王说：“怎么会空手回来呢？”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得到，什么都没有遇到。”那国王又在想说：“这个听起来哈，听起来很奇怪，听起来很奇怪哈，这个看起来好像怪怪的。”于是他就把其他的商人又叫过来，啊，就说：“你们。”啊！你们给我老实讲，我现在有一些证据。你们给我老实讲，啊，那么如果讲实话的话，啊，我就不杀你们。啊，如果讲谎话的话，那就是死罪。啊，那于是这些商人呢，商人也不晓得说国王到底有什么样的证据，于是呢就招出来了。啊，然后把一五一十招完之后呢，国王就把他全部都把他关到牢里面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反而仙探啊，仙探呢，他去跟国王求情，啊，跟国王求情啊，那么希望就是说国王不要，希望说国王不要这个怎么讲
惩罚这些商人，那国王说不行，因为他们违背了国法，不处罚是不行的，那么仙探呢又在为他们祈请，他说呢，因为他们这些商人，他们是愚痴的人，不明因果，那么他们所以说呢，他们会有邪见，他们有邪见才会犯下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说呢，我希望国王看在他们这个愚痴，愚痴，那么无知，那原谅他们的罪，那国王听到这么讲呢，那这个也没有办法，就说他就只能够就是说在这个赞赏仙探，那么就原谅了这些商人的罪，那么但是呢就是但是呢这个商人抢夺仙探的这些财物，那必须要还给仙探，那这些那这些商人呢就说非常的惭愧，然后呢就将这些宝物要还给仙探，那同时呢他们也思维说，那个仙探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这个仁慈呢，那是因为他学习佛法的关系，那就把这些各自所得到的宝物全部都拿去给仙探，那么仙探呢就说不用那个你们留一半下来就好，我接受一半就好，那商人们呢就继续在请求，就是说因为您的慈悲的关系，我们的生命才得以保存，所以希望你能够全部的接受，那因此呢，那仙探就接受了，然后呢，将他欠国王的钱呢，也就还给国王，然后又开始做大布施，那同时呢，国王大臣们呢，也可以感受得到说，仙探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德行呢？这是因为这个佛法的关系，所以说呢，大家呢就开始遵守佛所制的戒律。那么就开始整个国家就变成国泰民安，然后一切都很富饶，本来已经很富饶了，这仙探要布施没得布施啊，本来已经很富饶的，这现在呢又更加的这个增长，那当时的仙探呢，就是释迦牟尼佛，那这边呢，我觉得这个有一个要点，我想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说当这个仙探他跟这个国王请求原谅这些商人的罪的时候，他怎么讲的呢？他说呢，这些商人他们因为愚痴无明，所以说会犯下这样子的过失，那因为他们愚痴无明，所以说呢请国王要原谅他们，那这个理由呢，那让国王呢不得不原谅了这一些商人，那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这个故事我们看起来重点好像是在布施嘛，对不对？但是这一点呢，我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忍辱安忍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受到别人欺负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常常不容易能够安忍下来，忍不下来，像我自己呢就也忍不下来，如果今天有人打我一巴掌的话，我大概要还他三拳，我才能够忍得住我心中的愤恨，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以仙探的这个思维来想的话，就说今天他方为什么会来欺负我呢？如果我们去思维说，因为是他的无明，因为是他的愚痴，因为他不信因果，像我啊，我这个也没有，这辈子呢好像也没有打过几次架，也没有打过什么人，这个包括我也相信因果，我知道说我打别人的话，那未来人家会加倍还于我，因为我明白因果，所以说呢我就不大敢去欺负他人，而他人为什么欺负我们，那个是因为他们不明因果，因为他们无知的关系，
好，那想到这边呢，因为是他们的无名啊愚痴，所以说呢，我们应该要原谅他们。更何况说呢，今天他欺负了我们，欺负了我们。他虽然说不信因果，不明因果，可是因果这个事情，不是说你不相信你就不在因果律之下。你就算不相信因果，你还是必须要遵守因果律。所以说他不明因果，他欺负我，可是因果就一定会在他的身上实现。所以他今天伤害了我，他之后呢，他的业报成熟的时候呢，他将会受到比我 更严重的伤害。好，那想到说啊，他因为我的关系呢，他未来会遭受到更大的苦果。那这个时候呢，啊，我们啊可能就会升起了一丝的慈悲心。好，尤其是想到说啊，如果我当时没有，我当时如果没有让他有空隙来欺负我的话，啊，他就不会遭受这个苦果。所以他今天他欺负我。欺负我，因为我的关系呢，他未来会承受更大的苦果，那我多少有一些责任。好，那做这类的思维呢，那我们就比较能够可以安忍，对他方给我们的欺负，我们就比较可以忍下来。好，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再这么想，啊，这就困难了。好，事情发生的时候，像我的话，我的这个反射动作应该一拳就打回去了。好，所以这个我们平时就要去思维，平时就要去思维。如果有人欺负我的话，那个是因为他的无名，我们应该原谅他。在想到他未来要受的苦果，比我们现在受的啊更多的十倍、百倍、千倍，啊，那啊。想到这个呢，我们就应该要对欺负我们的人要有慈悲心，啊，平时要做这样的思维，那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安忍得下来，啊，那这一点呢，是我要提醒大家的。那还有一点呢，可能我们听过了前面几个故事，还有未来还会听到的一些故事，啊，那会有，就说会有一点疑虑，就是说，诶。为什么故事里面一大堆就是说500商人入海取宝，啊，为什么要宝物都要到海里面去取呢？啊，那这个呢是有一些原因的。那稍微我做一点简单的解释，啊，这个简单，但是还是要花点功夫，大家耐心的听下去。啊，就是 依照佛陀当时印度人的思维。啊，那么佛经里面是这么开示的，说我们这个世间，我们这个世间，啊，世间呢有四个阶段，成住坏空，啊，首先形成之后，到它可以住人，啊，可以住生命，可以住生命的这个阶段叫做住，形成的时候叫成，那等到一切形成好的叫做住。好，然后呢，当这个世间开始不适合友情居住了，那开始坏，啊，整毁坏，到最后呢，就变成了空，啊，整个都毁灭掉，这个叫做空，啊，那么从空又要再开始形成的时候呢，啊，因为众生的业力会先产生风，会先产生风，啊，那。风的转动之后呢，风的流动之后呢，哦，开始出现了火，哦，这个是很有科学的这个理论的，就是先有动，然后动就产生的热，哦，风然后产生的火，哦，那火之后呢，产生的水，哦，那么水中间呢，水里面呢又出现了地。水里面又出现了地，好，那么水里面呢，水里面呢就有这个许多的精华，啊，许多的精华。那么因为众生业力的关系，啊，众生业力的关系，那里面就会形成种种的物质，啊，所以当这个水开始退，
好，水开始退了之后呢，从天，好，从这个三禅天、二禅天、初禅天，然后呢，一直到欲界天，然后水这样慢慢的退下来。那因为众生的业力，因为众生的业力呢，那么这个水退了，好，水退了，这个天人的宫殿就会自然形成。天人的宫殿就会自然形成，那么，就是跟这个天相应的天人呢，就会住到这个天宫里面，在天宫里面出生，好，那渐渐的下来，好，那么乃至这个水一直退到大地，一直退到大地，好，那大地上面呢，还有这个所谓的一些精华，所以我们杰出的人。哦，杰出的人呢，可以从地上采取精华来食用。那么水呢，退到后来就剩大海，那大海里面呢，就还有一些珍贵的东西在。好，那这些商人入海取宝，就是要从海里面去寻找这个海里面还剩下的一些珍贵的东西。那这个是印度很重要的传说。印度很重要的说法，像印度教主要的印度教主要的这个创世的这个故事里面，就有讲到说，天神要从海里面要捞取宝物，捞取种种的宝物啊。那这个故事大家可以看这个《殊胜传》的录影里面就有这个故事。就是搅拌如海的故事等等那因为呢，大海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宝物所以说商人们呢到大海里面，他们不是要捞鱼，他们是要捞取宝物那包括说这个有一种鬼叫做药叉药叉呢，他们也能够从海里面去捞取宝物，最主要的宝物是什么呢？就是摩尼宝。好，摩尼宝。那摩尼宝是什么呢？那我们还有翻译叫神珠宝，神珠宝或者叫摩尼宝那有人根据它的力量叫做如意珠那这个宝物呢，它有很神奇的力量有很神奇的力量。那这个最常看到的就是说，它就像是个夜明珠，晚上会发亮，好，晚上会发亮。那么，能力大的呢，它可以照一颗珠，可以照亮整个国家，好，那能力小一点呢，可以照亮整个城市，好，那能力再小的呢，可以照亮整个房子，好，那最低的就是可以照亮一个房间。好，那这个是它这个它的光亮。那以及呢，它放到水里面呢，它可以把水清净本来浑浊的水就可以变成清净那威力强大的宝珠可以把整条河全部变清净那次之呢，可以就是说将它附近几里几里的水，它放到水里面可以清净几里的水那么那比较差的呢，就可能就是它放进去可以清净一盆的水这样子，那另外它真正为人所这个怎么讲，所想要拥有真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宝珠呢，它有这个满愿的力量，它可以满足你所要的这个欲求你向它祈愿呢，你这个愿望呢可以达成。那这个就是这个是摩尼宝珠那么摩尼宝珠的威力呢，它主要是要靠这个众生的福德那你福德少的人，福德少的人，你可能得不到宝珠或者说这个宝珠得到了之后呢，它只能够依据你的福德显现出相应的能力那么，所以像我们现在众生的福报越来越浅薄那这些宝珠呢，有一些呢就可能就隐没了，或者说被天神鬼神给拿走了或者说有一些宝珠它的力量呢就开始消退了等等那根据传说呢，这宝珠还有种种的一些说法
那还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些宝珠呢，就是过去的佛的舍利，比方说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子，舍利子在未来，未来这个弥勒佛成佛之前，人的福报增长到一定限度的时候，那前一世佛的这个舍利子就会变成摩尼宝珠，也有这样子的传说，印度的故事，佛经的故事里面讲到，就是说商人入海取宝，有种种的宝物，那其中最主要的呢，就是要寻找摩尼宝，那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想要明白这个摩尼宝，还有这个海中的宝物，还有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世间的行程等等，那佛经里面还有论里面都还有很详细的记载对这些有兴趣的呢，大家可以去经论里面，到经藏里面好好的去探索，那里面呢都有很详细的记载，那这些记载呢都是十分科学的，大家也可以跟以现在的思维来去来啊、呃、来去思维，那会发现到说是相符合的，好，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护持专户，兆丰国际商业银行南台北分行，账号0300901577070，户名中华民国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加入藏研会，个人会员每个月100元，中心团体会员每个月1000元，email ttbtvoffice@gmail.com。愿世界看见佛法，阿弥陀佛。